其实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啊，一直在讲能量，在讲时装。从世界的第一束光开始，能量就一直在推动着每一个时代的变迁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时装老师了，时装老师的 home 呢，其实也正是这个时代集结潮流能量的载体。它以睿智还有敏锐引领着我们大家的品质生活。没错，时装的谢浪和时装的谢浪 Home 杂志一直基于此，将最具能量的前沿潮流资讯带给每一个人，凝聚时代力量，彰显时代精神。接下来时间，请跟我一起用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到的是我们的时装传媒集团社长、出版人赵月红女士上台了，致辞有请。有请。